大勇，大勇，大家好啊！希望你们在这儿开心点，好不好？来拍拍手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他的口音，就是咱们辽宁的观众听了以后，应该觉得特别的熟悉，亲切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今天穿的特别的运动，是符合我们今天这个足球的主题来的吗？哦，是，反正穿一身运动衣，平常我也喜欢运动。喜欢什么？刚才其实戴军说打台球，你也喜欢台球？我非常爱打。那你出来给我们做个打台球的动作看吗？哎，我好想看你们两个人同时摆哦。哎，你是要模仿女生打台球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刚才他模仿那个不完全对，他那有点像阿凡达。哎，对，骑鸟的时候啊，有点这样，他骑大了，其实没有必要，就两个步伐，两个步子没有必要这样，也没有必要这样。应该是一般就很近一点，这样，这样下来，然后这个。所以我就说，男人打台球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要看就看女人打台球，那你来。哎，没有，哎，他不说我不觉得，你再摆一下那个动作。一二三五。对，就觉得好像阿凡达，那鸟就来了。好，今天两组来到我们现场，到底谁会赢呢？我们 Lucky Go 旁边呢有一到十。